套已经是有点超出他的预算了。那今天其实也是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天，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虽然可能不会说短期内就成交，但是最起码是迈出了第一步，也是我第一次带买卖客户，还是很开心的。然后我们经理啊，然后也都一直在陪同着我，其实整个过程是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，所以这一次也是很开心啊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早点睡啦，就和你们啰嗦什么。